嘉阴干豆腐色泽金黄，薄如蝉翼，是嘉阴美食的一张金名片。嘉阴干豆腐好在哪儿啊？关键在于水好、豆质好、做工好。水好是因为做干豆腐的水全部取自地下70米沙层自然过滤的黑龙江水。豆质好是由于采用的原料全部来自嘉阴黑土地上种植的高蛋白有机大豆。做工好，那是得益于百年传承的手工制作工艺。有了这三件宝，做出了干豆腐自然与众不同。大家看我手中这张嘉阴干豆腐，厚度几乎与纸张相同，别看它薄，可是韧劲十足，口感特别劲道。嘉阴干豆腐可溜炒、可凉拌、可熏酱，还可以直接卷菜蘸酱吃。特别是尖椒炒干豆腐，那可是东北无人不晓的名菜。我是嘉阴县县长李长江，我推荐嘉阴干豆腐。